小青龙搭配葱油海肠。哎呀，10块钱一根，贵到姥姥家了呢。有贵的道理，除了嘎巴脆就是调料汁，好吃，真好吃啊。墨鱼见着没有？哇塞，嗯，我在这光明的说，这两个墨鱼花了我56米。哇塞，这很厚实吧。嗯，真好吃。来一碗。哇塞。哇。啊。
北极贝要加吗？先搂一个。看这个头，全汁水，建议大家多吃点这个北极贝啊，太鲜甜了。再来一个门贝，这是海藻啊。特别肥。